一直没有洗头发，今天准备，就是我妈妈，然后和婆婆准备帮我洗一个头发。我现在就在这里洗头发，有没有那种洗发店的感觉？对，我婆婆跟妈妈一起帮我洗。终于可以洗头发了，我头发就是味道已经受不了了。不洗也没关系的。你几天不洗试一下？等于上个去洗，我们热点。这个是艾叶水，用艾叶水洗头发。你费用高点，不利点。好，你哭一下，哭一下。洗了应该舒服很多。啊，就等着洗头发，因为每天出的汗太多了。戴口罩。这是第一个男老师。终于吹干了，吹了好久啊。干干的，好干的，干配。嗯，买你昨天买的彩票中奖了吗？我中了500万。他买的还买了几个？买了五。你好香。哎哎，谢谢你吧。头发洗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，不然整天就是油腻腻的感觉。然后洗完的话一定要马上吹干。今天状态还可以。我觉得我今天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昨天的话把头发扎起来，然后就准备去休息一下。